好，马俊娃这次来到很漂亮的斯特川公园，然后这边是那个神秘步道的入口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么漂亮。然后这是这边最有名的景点，叫做烛台双鱼。现在是今天的天空美到一个不行了。这是台湾金山的美啊，超美的。那现在呢，这里说真的，我就腿会软，我走不敢走下去了。每次来到这边我就不敢走下去了。等一下弟弟妹妹要挑战神秘步道，弟弟已经下去了。然后带美景给你们看。